的气，正好是天气，风和日丽，最适合运动，也是最适合这个郊外活动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是潘董事长这个德幸，也是我们董事会大家的诚心，以及今天在位的各位大家都是诚心诚意，我们这次举办这个活动啊，非常的成功。那尤其我们在这个明治公专啊，是一个很标准，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场地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呢，算是崇德啊崇德三周年运动会以及园游会。那么我们过去曾经办过运动会，过去也没有办过这个园游会。那么这次好几位董事的建议，所以我们大家这次学界啊跟社会界来一起合办园游会跟运动会。嗯，本人我今天感觉到非常的满意，非常的高兴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大团圆，也是一个大团结啊，大团结，老少甚至于阖家光临。那么这种的环境，这种的场面啊，我们也是很没有办法见到啊。我们几十年二十年以来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，这种环境就是很难得的。比如说我们这多少年以来大家的努力，大家的同心同德，所以我们今天有这种的成就。那么在这个园游会，可以说真是万人空巷，真是万人空巷。我上去看看，急得水泄不通了。各式各样的料理啊都有，色香味儿可以说是俱备。那么大家呢都是尽心尽力，那么大家对我们的秩序方面的维护，以及环境的整齐，以及我们服务的这个礼貌都非常好。我们的园游会一切一切啊，各区各这个摊位啊都是非常的好，证明呢我们大家都是平日有严谨，而且很有修养啊，这个生活真正是今天算是一道通通，表现我们的大家的这个团队精神，实在是很难得啊，也使斗六那些个老名字老前面人啊，大家都是赞美不已啊，可以说叹为观止，他们很羡慕，开宗他们也很羡慕，要学习他们回去也要办。那么在我们运动场上啊，我也发觉大家都是生龙活虎啊，可是看一看的也是静而不争啊，都是非常的有礼貌啊，可以说表现的这种很有风度啊，很有温度的这种的作风。那么证明呢，各位过去啊，我们在道法之中，道的生活之中，也表现出来我们道场的这种的庄严啊，这种的陶冶。那么这都是我们未来的现在的栋梁，以及未来的栋梁。就像大家学界，确实大家都很好，所以说一部分已经做了董事的，做了干事的，做了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人员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开始的动员之才啊。我们再看看新的面孔，很多，也就是未来的动员之才。再看一看我们财神的这个前途啊，这个大财神真正是前途无量啊，这个潜力非常的强，我看他绝对是错不了。所以大家呢，要有信心，对我们要有信心，对我们这个崇德要有信心，对我们自己呢更有信心。那么也是让现在未来的都是我们大时代的这种天使啊，大家都有使命，那么大家都有任务。希望我们将各位今天将运动的精神，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道场去努力。
切一切做工作人员在我们的单位都是很相当负责任，都是很尽心尽力啊，一切都是很圆满，都是很成功。那好，那么我们希望以后再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再联合，我们再举办。好，祝大家身体无量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颁奖，三八男子组各项竞赛，男子拔河比赛第三名永和队，第二名桃园 A 队。